现在做什么啊？今天呢，妞妞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感冒了还是鼻子过敏，整个超级超级痒的。Hello， 午安哦。大家现在在做什么？现在应该是在吃午餐了吧？其实我现在也蛮饿的，但是还没有，就是还没吃饭，想说等一下直播完再吃。大家赶快按赞、留言、分享。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最佳的耳环，然后很多东西啊，大家说都已经卖光了，但是我要来提醒大家一下，还有什么东西有现货，然后你们想要的耳环都会一直陆续追加。嗨，大家午安午安。然后今天呢，清一色要跟大家介绍的，有的是追加，有的是八折专区，就是简单的介绍，然后有些是有现货的。那现在呢，还在休息吧，大家。然后呢，荷包稍微省一下，如果想要抢优惠的人，可以趁现在抢抢优惠。那我们预计是下周要上我们的秋装新品哦，大家可以拭目以待。Hello。嗨，然后耳环呢、啊？其实近期耳环还蛮烧的，就是大家会一直一直疯狂在购买耳环，因为真的是很漂亮啦。然后呢，等一下有几款我要特别介绍，可能是你们遗漏的。Hello， 好，然后呢，今天呢，我先来讲，等一下要讲耳环了。好，非常非常的好看，要看我们的小帮手的手。好，有没有？今天妞妞把耳环挂得非常漂亮，想说让大家一目了然哦。嗨，好久没看到我了吗？因为这几天呢、啊，想说就是让大家休息一下，让妞妞休息一下咯。好，所以呢，秋装我们下礼拜就要上架咯。好，那秋装很多粉丝一直说，可不可以透露一下？基本上秋装还是现在可以穿的天气的衣服，我觉得就是一些牛仔外套啊、短裤啊、一些针织小背心，我觉得是现在还可以穿的。好了，期待秋装。好，谢谢米小飞。然后再来啊，在前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妞妞在机场，因为我昨天回来嘛，很晚了，已经12点多了。我呢看到一个新玩意儿哎，就是护唇膏。然后呢，它也是就是 JoJo Armani 的那个粉红色系列的耶，超喜欢的。我不知道台专柜卖了没，或是买不买得到，但是它其实是有点半护唇膏的感觉。我个人超喜欢这个，第一个它里面也是很漂亮。然后是二号色，再来是其实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就是这种粉红，它是有点淡粉肤色的，所以如果大家在专柜呀、啊、或者在哪边有看到，我觉得蛮推的，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滋润。这是顺带一提啦，这是顺带一提。我病了吗？我也不知道我是病了还怎么样，就是鼻音很重，然后一直流鼻涕，不知道是晚上睡觉冷气开太冷了还是怎么回事。好啦，这是顺带一提，就是妞妞昨天在机场买的，我觉得超级喜欢的颜色，然后。它是护唇膏，而且它非常非常的保湿，如果你的嘴巴是很干很干的。好了，我身上的耳环很好看，有今天有到货，可是很像被抢光了，但是之后还会再到。这一款目前呢在制作中，就是厂商回复在制作中，可能要等一下时间哦。好，那今天呢，好啦，很多粉丝很可爱，说妞妞你每次介绍视频都会自己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好辛苦哦，我们建议你用一个小板子。好啦，今天呢小帮手帮妞妞准备了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小板子哦。好，来，台北到处游，现在的耳环可以追加吗？其实都会追加，只是说它我没办法控制它多久会到货，或是你们多久买到哦。好哦，嗨，佑馨 ，Hello， 对 ，JoJo Armani， 好可爱哦，你打的很多都被抢光了。那我要来提醒大家一下，现在有今天有追加，这一两天然后追加什么东西？来，我们的星星粉红色确定不会再有了，但是呢，妞妞赶紧跟厂商就是又找了一个可爱的颜色给大家，就是这个绿色。这绿色我觉得很漂亮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就是买这个绿色，我自己也有带一副，就是打算这几天想要来戴。再来呢，最大家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三角形的这个三角形啊，每一个人收到食品在社团分享都大获好评万分，因为它是真的就是七彩彩钻，但是它又很适合微秋冬的感觉，所以这个是真的很漂亮哦。好，然后再来中间这个很像已经没有了，但是没有关系，之后可以刷看看哦。好，再来呢，这个呢也是厂商说最后出货了，所以这个没有抢到就是再也不会有咯。这个我自己有买，因为它就是戴在耳朵上，我觉得大小刚好，非常非常漂亮。
好，再来呢，这个单颗，这是单颗的大钻，我还等一下会拿下来给大家看单颗的大钻，然后下面这个是扭转的大小钻，这个扭转的大小钻就是妞妞前几天戴的扭转大小钻，就是你可以把小钻戴在前面，把大钻大的珍珠就戴在前面都可以哦。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我现在要讲这个，这个是昨天追加到货被抢光之后呢，大家很想要的，今天有再到一批，这个圆片，这个很美哦，这个圆片，那妞妞是 耳朵上的这个，这几个都是今天到货，但是很像都没有了这几个，但是呢我们陆续都会再到货。我要特别拿两个起来跟大家讲，一个就是扭转的这个珍珠，我们这个扭转珍珠上礼拜妞妞直播有带哦，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它是算是硬针，然后也是抗过敏的，然后一颗大的一颗小的，如果你自己有耳扣的话你就带小颗珍珠就好了，然后这个呢你也可以当耳扣，所以它就是会变成大珍珠在后面小珍珠在前面，或是大珍珠在前面小珍珠在后面，这个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上礼拜也是就是妞妞直播完带完就没了，然后这个我真的蛮大推，因为它的品质很好，加上它的针是抗过敏又是硬针，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我还带一边给大家看好了。你说可以多款到货在一起上，其实已经算蛮多款啦，然后我也很难控制每一款的时间，然后就是我也是尽量啦，像 这一两天到的确实比较多一点点。好，这个大小钻戴起来就是这样子，它就是有点这样垂坠的感觉，然后这个大小钻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质感哦，所以这个卖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它真的是有韩国的那种质感，就是两个而且它是硬针的。好哦，买不到加油哦，好不好，一定会买得到的，所以呢应该都快被抢光了，其实也没有啦，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还蛮推的，然后我刚刚有讲了一个这个就是昨天啊上架很多人想抢然后抢不到的，我简单带一边给大家看，我现在介绍的大部分都还有，我戴在耳朵上的都还有，但是我看不太到我的耳朵，耳环很难抢，不会啦。来，这个就是大家一直在抢，昨天才一到货，然后它就瞬间秒扫没有了，就是这个款，它就是很好看，然后它是这种圆片式的，然后是金属，然后质感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简单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大推的，然后它是很亮的银色。好哦，然后再来几个款，这个款呢、啊、的金色是限量的，金色棒针。棒针，然后是金色，大家看到了吗？棒针金色的，这个金色我个人昨天才到的，然后它是限量哦，这个就确定售完不补，它金色是限量的，大家看一下，它上面是彩钻，是彩色的钻，然后配上金色的棒针，这个很漂亮，银色之后会追加，然后呢金色就是只有一波售完为止，这个妞妞也留下来了，因为它上面这是七彩的，然后下面是金色的，非常非常有质感的，好，非常非常有质感的、哦、好，所以这个也是我非常非常大推的。好哦，所以呢上面有没有你们想要还没有买到的，其实这都是今天我们的追加到货，这一两天啦，其实蛮多款的，1、2、3、4、5、6、7、8、9、10、11、12款，还够多了吧。那如果你不想大小钻呢、啊、你想要像妞妞之前戴那种比较韩国很大颗珍珠比较厉害的那种气势感的话，你可以买这个单颗珍珠，这个单颗珍珠是七彩珍珠，蛮厉害的，然后这个 大小珍珠就是一般的珍珠，光泽不是七彩的，就是白色的珍珠，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真的蛮好看的哟。好咯，很美哦，我也都把该交代的跟大家交代了，所以呢不要再说你买不到了，如果你有在社团里面，基本上第一时间都会看到妞妞来传一些照片哦给大家看，所以一定是买得到的咯。好，金色那个就是限量，其实我们耳环不太多限量，都会帮大家补货，然后这个就我讲了，再讲最后一次哦，它会一直追加，所以你这一波没抢到也不要气馁，这个是所有人公认收到食品然后超级受欢迎的这一个，因为它食品真的非常非常的美，应该说每个都很美啦，最近期看到好多人分享，好，这几个都是很厉害的，球球的这个也很好看，好哦，好好好，然后大家要分享，最近妞妞都送大家耳环啊或
都是一些简单的衣服。好，再来呢，我要开始介绍，如果你想要抢便宜，想要看追加的话，现在可以看，今天就会介绍1、2、3、4、5、6，其中有五件都是黑的，好，都是黑色调的，我们就是黑色还是很强烈哦。好，这一件呢，最近呢在社团中呢，好多人在分享，好多人在讨论，好多人在购买哦。这一件呢，我现在身上穿的是咖啡色，因为其实有点接近转换季了，所以很多人买这个颜色哦。它是可以这样正常穿，有没有看它的领子很漂亮？你也可以微拉斜肩穿，而且呢，我看到粉丝它其实可以穿到 S、M、L 都没有问题哦。以下的衣服都是简单带过，但是都有现货，大家可以自己需要的人去买。然后它是散摆的，再来呢，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布料会不会透，会透，但是我倒觉得无妨，它本身就是有点微微的那种透肤感，但是不至于会曝光，所以呢真的真的很厉害哟，好不好？好，然后呢，所以有需要咖啡，我是觉得咖啡色跟蓝色绿色都很好看，但是咖啡色是这块布料是我们第一次做，然后反应非常好，也追加了好几波，好不好？所以呢，妞妞就来穿个咖啡色给大家看，它是很深很深的那种咖啡色哦。嗨，这两天抢了五款的耳环，这么多，好啊，希望大家会喜欢，所以以下东西我就简单带过咯。好，然后再来呢，再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件网纱啊，我们才上架一个多礼拜，然后呢它来追加了，好多人啊就是买了这一件啊，就是推荐很多好朋友来买哦，因为呢它的腰身非常非常的纤细。来，这件你们还记得吗？这件我记得我也是在出差马来西亚的时候介绍，然后呢短短的一点点时间它就追加了，相信你们在社团中有看件哦。这一款呢是我们的追加款，它呢就是三个尺码 SML， 而且它的布料跟你保证就是弹又凉又好穿，然后你可以搭配罩衫继续穿到转换季都 OK。 那这件衣服的长度当初就是做刚好，其实可以不要扎也不会露肚，然后它前后都有一点点小网纱，有没有看到小网纱？小网纱这边小 V 领微性感，但是又不至于太裸露，然后呢就买自己的尺寸，这一件穿下去很舒服，因为它除了弹力之外呢，网子也是弹的嘛，网子这不用讲了，妞妞家做网子绝对都是选择弹力网布。那再来呢，就是呢它的其他布料的弹性是非常非常好的，再来非常非常的显有腰身，不止妞妞有穿有腰身，你们应该有看到社团的粉丝女生其他的不管是高的小只的分享全部都是有腰身的，好不好？非常非常的好看，这是我们的追加款。好哦，这件是真的很好穿，有买到，因为可能啊有些人乍看觉得它很普通啊没什么，但是其实妞妞卖给大家的是真的好穿，然后显瘦。再来就是这个网纱嘛，网纱我觉得一直是妞妞非常非常有信心的东西，因为它非常的弹，真的非常好穿。那如果呢你有习惯扎进去那也 OK 啊，它就是扎一点点，像妞妞还是习惯扎进去，而且这可以搭什么？可以搭你们如果有买直条宽裤的话非常非常好用，然后这一件呢如果你有穿衬衫的话也非常好用，它其实就算一个基本简单款，好穿显瘦，然后又好搭配，就不太需要动脑。买手机就无法买衣服，因为要买空机。对啊，还是要存点钱，这礼拜让大家沉淀一下，所以其实大家的就是可以稍微省一点荷包咯，好不好？所以这件真的很好看，然后它是追加到货，今天所有介绍的东西都掺杂在一起，有的是追加，有的是不会再追加，有的是折扣区，所以妞妞都稍微带一下哦。刚刚第一件是追加，第二件也是追加，它才短短的上架一个多礼拜它就追加，因为真的很好穿很弹。那尺寸怎么选呢？就选择大家自己的尺寸就好咯，好不好？好，今天呢清一色全部都是黑色，清一色全部都是黑色，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刚好全部都是黑色追加。好，再来呢这一件是确定就是追加，然后之后就追加完就不补咯，然后剩下的数量就是给现在在看直播，如果你们有需要的人可以购买。这一件呢是仙气十足的洋装，你们对它一定有印象，因为呢这个我们大概追了一波，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要转换季了，所以就没有再追加了。好，这一件呢就是大家说的仙气十足。来，最后呢黑跟白还是黑卖的比较好，所以呢我们黑色追加，但是呢追加款数量真的没有很多，它就是现货咯，这也是我前面一二三都是讲追加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现货售完为止。黑它本来有白色，但是相较之下黑跟白还是黑比较强烈。再来呢这一件呢其实你可以拉一字也可以穿圆领，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一定要穿的这么的裸露。再来，其实这一件我觉得不需要绑带，像我自己出去我没有加绑带，我就觉得很好看，而且很轻松跟方便。
嗨，我身上的耳环还会再有，抢不到耳环哦，一定会抢得到的啦。好，然后呢，再来，今天头发好乱。好，然后再来哦，再来就是如果你要绑带的话，我会建议就是想要仙气十足或者你去约会的话，可以把它稍微拉一字领一下，而且这完全不会曝光，它做双层雪纺，非常非常好的面料。绑带送给大家，你想要怎么玩就怎么玩哦。第一个呢，可以直接绑好，不需要把它箍起来了，这是第一种感觉，就是不需要再把它箍起来。第二种感觉是你可以稍微微拉一下，比较俏皮，然后呢腿会比较长一些些，因为呢它有微露到一些裤头哦，比较小性感一点点。然后我是建议啦，然后屁股的话是可以盖到。我是建议啊，这一款我觉得穿一字领很好看，而且这一款的一字领你不用拉很低，其实微微靠在肩膀上就很好看，就很典雅，不会到裸露，所以不一定要拉到这么低的一字领，它其实靠在你的肩头上，我觉得就很好看了。好，这个是最后追加到货之后不再追加了，好不好？黑色，然后呢，黑色我觉得是最显瘦、最好穿的，如果有需要的自己去购买咯。好哦，所以这一件就是额外给大家的，然后它也是我们家的独家，然后弹性上面我们都是选用很棒的针织，所以弹力是非常非常十足的哦。好了，这个咯就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数量不多，我觉得等一下抢光就不会再有了，好不好？好，因为我们要换季啦，所以现在就是如果就是呛死咯，如果有机会有看到你想要的你就买，没有的话就当作来跟妞妞打个招呼咯，好不好？这件是真的很有气质，而且啊它其实不需要，就是不需要绑，我觉得就很好看了，你们可以再看一下。你看它就是有一种飘逸感，其实不见得要绑，有些场合啊或是有时候出去很热啊，你想要舒服一点、凉爽一点、飘一点，其实不用绑也很好看。而且像妞妞肩膀比较窄小，它也不太会掉下来，它可以卡在这边，或是你要很一，或是你都不想要一字领，你可以穿上来有一点双圆领的感觉，我觉得也都 OK。 或是你想要斜肩也 OK， 斜肩我觉得搭个高跟鞋会非常非常好看。如果呢你再配上一颗大珍珠，我跟你讲整个就是完美啦，好不好？不规则裤头，如果呢卖场显示售完就不会再有了。好，再来这件妞妞要脱掉咯，好不好？ Hello 王萱萱、恩婷。好，所以呢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呢你现在想要趁好便宜的话就赶快买咯。好，我现在介绍这几件都是追加，等一下最后两件的话是介绍我们的八折零码专区，就是大家一直很想再看妞妞穿的。好，这件衣服呢我这几天啊出差很常穿哦，基本款 MIT 背心。我那天介绍紫色啊，大获好评，紫色很像已经卖完了。我那天介绍紫色，他们其实一直同时追加到货的，卖场上原本有紫粉黑白，最快卖完的应该是白色。然后呢上礼拜介绍了紫色，有很多粉丝说那可不可以穿最基本的黑色，因为本来妞妞想说因为黑色就很基本应该没什么好穿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粉丝想看妞妞穿黑色，没有关系，我来穿黑色。那其他颜色呢都已经算是零码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你需要的颜色。这一件呢这几天我出差超常穿的，第一个呢当然是先介绍它的布质，是我们的 MIT 系列啊的棉布，非常非常棒的舒适弹力棉，它是棉质的。再来呢这一件你看哦，好，不是裸露，它是假两件式的感觉，它是假两件式，所以呢完全不需要再就是觉得说会曝光会怎样，它就是这样子假两件式。黑色可能比较看不出来，但是呢这件一样有帮大家分尺寸，而且呢它就超级好搭。我不论就是这几天出差就是比较随性一点啦，不用穿太漂亮，毕竟是去工作的，所以呢我就穿，基本上我白天出门穿这个，然后晚上啊也穿这个，就是我觉得就简单很有型了，就短版然后腿又长，有没有？然后妞妞可能穿个球鞋就很好看。项链今天会补吗？其实项链我也在等待中，我觉得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啊，因为真的等好久了。所以我那天有讲啊，最晚是礼拜，最快是礼拜五，最晚就是下礼拜一咯，所以呢请大家再留意一下咯。好，项链如果到的话我会及时通知，但是呢我必须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项链呢这一批数量很多，但是如果这一批你没有抢到的话至少要等一个月，因为我已经问了那个厂商了，因为他得要再重新制作，所以呢不瞒大家说他就是要重新做，所以呢如果这一批的
项链你们没有抢到的话，就是要等一个月，最少最快要一个月，好不好？好，所以呢，大家要留意一下社团，你才有可能买到项链，因为太多了，太多人在等项链，但项链店就准备了非常非常非常多。好哦，所以这件啊，反正有买到都觉得很舒服，而且你看它就是有这种假两件式的感觉，穿起来真的超赞。不要以为它是很简单的背心，它是材质非常非常好的背心，然后呢，有别于其他的布料，真的真的真心真心，所以自己去买。这很多人包色啊，非常多人包色，因为真的太好穿了，然后又没有什么负担，然后我觉得又简单有型哦，是不要看它朴朴素素、简简单单，但是真的是好看，布料真的是舒服。反正这个也是我们最后最后咯，就是因为要换季的，所以背心我们就不再追加了，目前都有现货，我记得都还有现货，但是只是说颜色跟尺码可能不是那么齐，如果你很确定的话赶快去买这个啊，搭罩衫或者接下来搭牛仔外套都非常非常适合跟需要哦，所以呢有喜欢这一件的赶快去买咯。背心还没来哦，应该快到了，因为这件真的很强烈很厉害。好，接下来呢要来穿一个非常非常好看，但是呢它目前是在零码专区，已经剩个位数了吧，已经剩个位数了，所以呢妞妞就稍微简单穿一下咯，因为这一件数量真的不多啦，大概只有个几件而已，好不好？这个是粉丝希望妞妞可以穿，其实我已经很久没穿它了，然后尺寸好像现在有一些不齐，就是好像大码的有，但是小的很像都售完了。好，这一件呢在我们零码专区非常非常火红，非常非常夯。如果呢像妞妞这几天啊，就是我们可能会出游一下，好，我呢就觉得超适合穿这个的。好，有买到这一件衣服的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呢这一件非常非常厉害，是第一个它不会掉下，第二个它在胸的这边有做一条骨，有一条很简单的软骨线，所以呢第一个小胸部它可以帮你撑起来，第二个呢它完全不会掉，第三个这边是有点小荷叶袖的感觉，接袖的，这件非常漂亮，不管你是要买起来等还是你最近有出游想穿像妞妞一样这样，我觉得这件拍照超美，而且这件花布真的非常非常漂亮，它是桃红配粉红哦，然后你看哦，就算我再瘦也不会掉下来，然后它就是有分尺寸 SML， 但是现在有点不齐，它现在在八折区，如果你们有机会遇上它或是想要买可以去刷一下。然后它是一件裙子，它是一件裙子，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穿你的短裤或是其他的裤子，那如果你是去海边我觉得其实就不用穿，看你去哪个场合，如果你是穿着去海边我觉得也不用穿什么牛仔裤在里面，除非你比较高觉得会曝光，但是妞妞其实160穿这一件啊，我就算是穿洋装了我觉得也不太怎么用需要搭裤子。南部疯狂大雨真的超级超级大的，大家还好吗？这个裙子胸围大应该很窄，它是有分尺寸的 SML， 卖场好像还有 L，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L 的尺寸，因为这一件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渺小了，大家一直在刷，有些人一直刷就觉得哇靠好开心哦，刷到他想要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在打折季就是看机会，如果刚好你想要或是刚好又打折的话就可以赶快去买咯。这真的超美，这块布是真的真的很漂亮。好啦，因为这个数量真的也不是太多，所以妞妞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哦，它现在是在我们的零码区，然后呢有喜欢的粉丝记得哦一定要赶快去给它刷一下，因为现在的东西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少哦，如果动作慢了可能你就抢不到便宜，因为抢便宜也就只有趁现在这个季末这个时间有办法抢咯。好，接下来呢我呢现在要穿这一件是非常非常厉害有气势的黑色连身裤，但是呢这件呢很可惜的它也是零码哦，也是零码，但是这件很多很多人喜欢，它原本就有分尺寸了。好，大家还记得它吗？短袖的披风连身裤，这件穿起来非常非常的有韵味跟味道，我个人也有一件黑色的。好，但是比较可惜一点的就是它现在就是零码，它就好，我记得好像只剩 S 号而已，黑色的 S，然后呢它这一件呢其实就是做一个小披风式，整个两个披下来，然后 V 领，然后后背就是也是 V 领的，拉链拉好就好了。而且呢这一件我觉得很多个场合可以穿，上班族也蛮适合的，有小局 party 你换上高跟鞋即可哦，就会变不一样的样子，或是呢我们来戴一个珍珠耳环改变一下你的造型，看你今天是想要走贵气路线还是想要走 bling bling 路线都 OK。
好不好？好，这一件呢，目前它好像是今天才进入八折专区，因为这个是真的最后秒扫，就是优惠了，因为它是零码的。好，再来它的裤长有没有发现？这种裤子呢，我一再强调不能做太短，因为太短就失了它的优雅的韵味，但是也不能太长，太长会失了你的黄金比例哦。所以呢，妞妞呢在腰结的部分呢，腰的部分其实抓了两条皱褶，所以你们有看到我的腰突然窄小了进去，窄小不代表紧哦。来看一下，我这边还可以抓出这么多的布料，所以呢，它是本身版型非常非常的厉害。然后呢，裤长我觉得这一件是我这一季啊，其实就是连身裤以来，我觉得裤长是最恰到好处的，因为真的整个比例非常好，然后这整件衣服非常非常协调跟显瘦。好哦，来哟、哦，你说那个 baby 吗 ？baby 退货，等一下我再帮你问一下我们的帮手主管，那有问题可能如果还没有处理，直接看看是不是可以打电话，或是直接用 line。line 会比较快一点点，然后看一下是什么状况哦，好不好？好了，来，所以呢，这件披风式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需要，因为它是今天才进入八折，然后呢，早上其实悄悄就很多人发现了，好，就很多人在购买咯。好好好，再来呢，最后再提醒大家一次哦，我觉得啦，今天最值得购买的两个追加耳环，我不知道你们买到了没，一个就是这个圆片，这个昨天呢、啊、到货直接秒扫没有了，不是我讲的哦，然后社团有很多人分享，他们是抢不到的，今天再度到货。好，再来啊，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反转珍珠，我们家的珍珠真的都是选择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很多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看。好哟，来哟，再来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的？这个星星，这个售完为止哦。所以星星有喜欢的话，你看这个很漂亮，这个就是我说大家最喜欢的这个水钻，这个超美的。好哦，来来来。所以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赶快自己去官网抢购咯，好不好？王经理的问题可能要问一下我们的小帮手，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商品跟状况。你说断货为什么会出现？你说当初你的东西被断货吗？有可能是我们就是工厂返修重新给我们的商品，有可能是这状况，但是有可能是小帮手出错，所以你可以问一下我们的帮手。Hello， 颈链没有了，颈链我跟大家说之后会上很多款哦。这一次妞妞帮大家挑选的颈链都是各式各样，而且我觉得非常好搭，简单有力又有型。然后颈链我觉得非常非常便宜，颈链我们家都卖100多块。好哦。谢谢大家分享，然后呢，耳环是真的漂亮，最后再给你们看一眼。然后星星啊，先跟大家说，星星它算是绝版款咯，这个星星真的超难取得的，我怎么样再三拜托都没有。好哦，跟秋装一起吗？什么东西跟秋装一起？对对对，颈链会跟颈链应该会再迟一点点，我们下礼拜二就会先上秋装了，好不好？然后呢，这个粉红色是确定断货，所以妞妞又找了一个我觉得我个人很喜欢的颜色哦。所以呢，星星，如果你很喜欢星星的人，你喜欢这一种感觉，就是两边不一样的人，我觉得你可以买这个。然后这个绿色也是售完为止，因为厂商那边真的没有办法再给我们咯，好不好？然后有没有什么想要特别看哪一个的，可以跟妞妞说一下。这件披风连身裤其他尺寸不会，目前我们卖场都不会再补下款了，只有除非我特别在说的几个追加会继续一直卖，不然在零码专区或在优惠专区的东西基本上都不太有可能会有追加了。好，所以呢就是比较可惜的，我说了就是它现在就是零码，对啊，所以才有可能就是有适合的话自己穿咯。有没有特别想要看哪一个？这个也是我们昨天追加到货卖的非常非常好的。然后这个珍珠啊，珍珠就是稳大，对，珍珠有两款，一个是单钻的，一个是前后都可以了。我们家目前没有夹式耳环，其实妞妞有试着帮大家找夹式耳环，但是我觉得夹式耳环真的不好看。我个人就是在我的
标准跟要求里面，我真心就觉得不好看。要我找其实是有的，但是我真的觉得跟耳针的落差太大了。可以戴一下大三角，可以啊。现在看到的耳环都是追加的，都是追加的。因为我们近期啊，有一次不是上了很多款耳环，然后大家都抢不到，所以其实近期有帮大家追耳环。好哦，来哟。好了，这个就是大家公认超爱，这个抢光了还会有，但是时间不能给大家确定。来，你看哦，这个超美，你看我远远的，它就是有那种，它不是那种很 over 的闪亮，它是有点施华洛世奇的那种光彩。对，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每一个人买到这个都大获好评，因为它不论是搭休闲款还是搭什么款都非常非常的好看。蓝色那一款，蓝色那一款已经没有了哟。星星哦，星星我戴一边好不好？因为星星它是两边不同的。这星星超好看的，我自己有买一个啊。然后它另外一边就是比较垂坠式的，我光戴这一边我就觉得超好看，而且它那个长度跟脸型实在太完美了。就是你如果穿，你想象一下，你们如果穿牛仔裤，然后穿搭这个星星有多美，超好看。双球的耳环是哪一个？双球是哪一个？我不懂。特征要明显一点。再一次哦，双球是哪一个？双球是哪一个啊？颜色超好看的，好哦，两个小点是什么啊？你们的形容好奇怪哦。银色的，哦，这个吗？这个吗？这个吗？我都不知道你们要看什么。淑华，好久不见呢、欸！还是你都有来看，没有跟我打招呼？这个很好看啊，这个我有买，我自己也买好多，而且它是软软的，所以就是那种一个是软的，所以它垂坠非常非常好看。这个也是比较休闲款的，就是搭牛仔裤会很好看，很美哦，很美咯，这个好，所以你们继续刷一下哟，好不好？米小飞，那个你是说搭背心吗？搭背心其实就是搭平口或是背心就可以咯。我还是最爱，我跟你讲，我还是最爱我这个。有看没发言，淑华，我好久没有看见你了。好，我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会出合身的长牛，会哦。我跟大家讲，之后会有预购款的那个长裤哦。等等我，好，之后会有预购款的小喇叭裤跟长裤。我跟你讲，我还是觉得我最喜欢这个，这个就最高贵，就是有点这种垂坠大颗的，然后让大家看得很清楚。反正这个我很大推啦，因为如果你是常像上班族常穿这种衣服的话，我觉得这超好看，远远的就让你觉得很有气质。默默下单 ，Hello 香盈。会出会出，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今天呢，其实主要也是跟大家聊聊天，还在放松的阶段哦，还在放松的阶段，而且今天是小周末，小周末过完了，大家应该就非常非常的开心，是又可以放假。这个啊，这个我很大推，七彩七彩的。好了，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咯。然后项链我已经提醒大家留意看看，傍晚刷一下，因为项链啊，我这一波帮大家准备很多，但是呢，如果你们没有买到要等一个月哦，话先说好咯，好吧，先说好要等一个月，因为那个不是妞妞生产的，是就是我们要跟厂商沟通他做货，所以真的没那么快。好了，最后再讲一下咯，还是很爱我，就是在机场买的这个口红，所以呢，有机会就会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再跟大家分享，心情愉悦啊 ，Hello Rebecca， 心情愉悦哦，心情开心哈、哦。
饰品真的很难抢，怎么会？饰品店真的准备很多，我们的小帮手已经弄到手软了，大家知道吗？而且我们饰品现在有很多，大家都有收到盒子，各式各样的盒子应该都蛮可爱的。秋装短裤、牛仔外套有多少款 ？Coco 蛮多款的，我只能说转换季节，应该大家在做的都是有关牛仔系列的。那接下来会有牛仔衬衫、牛仔外套、牛仔短外套、牛仔长外套、牛仔洋装，反正很多啦，牛仔款真的很多。好啦，还有没有什么商品要问的？有吗？单钻几时会有单钻的部分呢、啊？如果这一两天刷看看，没有刷到，应该就是下周了。但是还是要努力的刷。那建议哦，没有在社团的，一定要赶快在社团，因为呢，单钻上架的那一刻，我一定会发布在社团，所以请大家留意社团。如果你没有在社团，是绝对抢不到的，因为光社团的粉丝其实就已经非常的恐怖了。对，真的厉害的都在社团里，动作超快的。牛仔短外套很漂亮哦，我觉得有几个款式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然后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咯。木头耳环不会追加咯。好啦，谢谢大家分享。记得哦，如果你是新朋友还没有在社团， 记得一定要加入社团，好不好？然后我们社团里面就是会有大家就是第一线妞妞发布的消息，还有我的生活小趣事，好不好？也都在里面。刚那件粉色洋装 M 号可穿吗？妞身上这件 S， 刚那件粉色洋装可穿吗？粉色洋装我觉得反而还比较小欸，粉色洋装我觉得比较小。好了，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了，妞妞来去吃午餐了，大家拜拜。